将新年，念到星空，佛已往，沙僧归来。从前殿，花开此白玉清黄，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
父母血气所生则是，曰元律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迁，并然独照，左耳不群，再甚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及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间，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愿敬礼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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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四方三世佛阿弥陀地，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烦恼诸菩萨，至心永回向。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临终悉返净，昏迷在目前，见闻皆尽尽，同生极乐国，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无边烦恼断，无量法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法宝。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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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鼓响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忍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身，夜海茫茫，醉山汲汲，废瓶花露，河水消除，忏魔已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愿。往昔所造诸贪嗔痴。
之所生，爱众生于一之。罪障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爱烦恼无尽，誓愿断，爱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爱佛。Yeah.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能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分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啊
是替欢迎等无量诸天大众去而是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是西方国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净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舍诸乐故名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其中乱顺，其中罗网，其中房树，皆是十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此地春意金沙菩提，十遍街道金银琉璃玻璃河村，上有罗格里尼金银琉璃玻璃砗磲磁珠玛瑙二眼石池，池中莲花大露色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觉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彼国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流逝，一天曼陀罗河，极度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个身中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凡事精心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护持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却共鸣之鸟，十足重量昼夜流逝，诸河牙音其音延长，无根无力其菩提魂，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度众生闻是音已，皆其念佛念法念身舍利弗，如无为此鸟时时最宝所生，所以则何彼佛国土无上何道舍利弗，其国国土上无何道之名，何况有时时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灵法音现六变化所作，舍利弗，彼国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出及宝罗网，诸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西方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一路一音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有舍利弗，彼佛寿命极具人民，无量无边八圣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历尽世界有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持，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顺子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殊，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持，但可以无量无边好生其说，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则何得一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是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灵明者
总是阿弥陀佛一祖圣宗现在即见世人总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佛我见舍利菩萨此言若有众生闻是所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已有阿处毗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宁静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眼全佛须弥等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眼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宁静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藏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眼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宁静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眼全佛最胜音佛燃起佛日胜佛望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眼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宁静舍利佛下方世界有四智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藏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眼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宁静舍利佛三方世界有梵音佛修王佛相上佛相光佛大眼全佛杂色宝华严神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证是眼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宁静舍利佛一罗一音和合故名为一切诸佛守护宁静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色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在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如等皆当信受我意即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以发愿请发愿当发愿于生阿弥陀佛果则十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若一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则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何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僧难稀有之事能以说佛国土无作恶世界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舍利佛当知我亦无作恶事行之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行之法是为僧难佛所示经义舍利佛其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心
须菩萨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切陀耶陀帝耶他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切陀耶陀帝耶他。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切陀耶陀帝耶他。阿弥利陀佛毗，阿弥利陀悉檀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多伽弥利。将迷雾之俗情，刹那念经横沙佛，便是莲花果里人，何曾被觉，在荆棘与七宝云林，舍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果一心，挥思量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昏如高日地天，疗重病如善见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只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自成？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随足底生。